중국 드라마 대사를 예문으로 성어 저우메이 쿠울리엔을 배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근심스럽게 찡그린 눈썹과 고통스러운 얼굴, 수심에 찬 얼굴, 우거지상, 울상을 하다 잔뜩 찡그리다. 싱롱 저우쿠다 神情, 수심이 그득한 표정. 여섯 개의 드라마 예문을 자막 없는 원본 두 번, 해석, 자막 있는 동영상 두 번, 이렇게 본 후에 여섯 번씩 반복해서 외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듣기를 연습하실 때는 정상 속도로, 따라하면서 외워보실 때는 0.75배속으로 하시면 좋습니다.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一副跟自己过不去的样子。没什么。明明就有什么，你不说，我反而更想听了。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一副跟自己过不去的样子。没什么。明明就有什么，你不说，我反而更想听了。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이후 跟自己过不去的样子，왜 그러고 있어? 완전 울상이네. 후는 표정의 양사지요. 跟 누구누구 过不去, 누구를 못 살게 구는 건데요. 跟自己过不去, 그러면 자신을 못 살게 구는 거죠. 자신을 괴롭히고 있는 그런 표정이네. 没什么, 별거 아니야. 明明就有什么, 분명히 뭔가 있는데. 你不说, 我反而更想听了. 네가 얘기를 안 하니까 오히려 더 듣고 싶네.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一副跟自己过不去的样子。没什么。明明就有什么，你不说，我反而更想听了。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一副跟自己过不去的样子。没什么。明明就有什么，你不说，我反而更想听了。恢复战斗力了，不错嘛，这才是我认识的山菜。刚刚还愁眉苦脸的，你再说。恢复战斗力了，不错嘛，这才是我认识的山菜。刚刚还愁眉苦脸的，你再说。恢复战斗力了，전투력을회복했어，기운차렸어，이런뜻이죠。不错嘛，这才是我认识的山菜。그러니까좋잖아。이 모습이야말로 내가 알고 있는 산차이지. 깡깡하이 저우메이 쿠리엔다. 조금 전에만 해도 완전 우거지상이었어. 니 사이쇼, 너 다시 말해봐. 恢复战斗力了，不错嘛，这才是我认识的山菜。刚刚还愁眉苦脸的。 你再说。恢复战斗力了，不错嘛，这才是我认识的山菜。 刚刚还愁眉苦脸的。你再说。你老爸，我终于找到事业第二春了。既然都找到事业第二春了，你们两个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因为要搬家呀。你老爸，我终于找到事业第二春了。既然都找到事业第二春了，你们两个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因为要搬家呀。你老爸，我终于找到事业第二春了。 네 아빠가 드디어 사업에, 그러니까 나 자신의 일에 제2의 봄을 맞이했다. 既然都找到事业第二春了,你们两个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呀? 사업에, 여기 사업은 물론 사업을 하다의 그 사업일 수도 있고 자기 자신의 커리어, 자기 분야의 일을 얘기합니다. 아빠 자신의 일에 있어서 두 번째 봄을 맞이했다면서. 두 분은 왜 아직도 이렇게 잔뜩 울상이세요? 因为要 搬家呀, 이사를 해야 되니까 그렇지. 你老爸，我终于找到事业第二春了。既然都找到事业第二春了，你们两个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因为要搬家呀。你老爸，我终于找到事业第二春了。既然都找到事业第二春了，你们两个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因为要搬家呀。 干嘛愁眉苦脸的？我现在身心都自由了，这是我30岁最大的礼物了，为我高兴吧！
干嘛愁眉苦脸的？我现在身心都自由了，这是我30岁最大的礼物了，为我高兴吧。이혼도장찍고왔다고얘기하는중입니다干嘛愁眉苦脸的？왜그렇게우거지상을하고있어我现在身心都自由了，내가지금몸도자유가되고마음도자유가되고这是我30岁最大的礼物了，이건내30세의가장큰선물인데왜이워高兴吧，날위해서즐거워해줘。干嘛愁眉苦脸的？我现在身心都自由了，这是我30岁最大的礼物了，为我高兴吧。干嘛愁眉苦脸的？我现在身心都自由了，这是我30岁最大的礼物了，为我高兴吧。江总，沈勋通过这一的面试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了，恭喜你们，终于不用再愁眉苦脸了。江总，沈勋通过这一的面试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了，恭喜你们，终于不用再愁眉苦脸了。江总，沈勋通过 G1 的面试了，你知道吗？总이묻는건해석이좀애매해요사장님일수도있지만부사장일수도있고본부장일수도있고그런거죠대충강본부장이라고해석하겠습니다본부장님신신이 G2 의면접을통과했답니다아셨나요我知道了알게됐어恭喜你们축하해终于不用再愁眉苦脸了드디어더이상울상짓지않아도되겠네江总，沈勋通过这一的面试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了，恭喜你们，终于不用再愁眉苦脸了。江总，沈勋通过这一的面试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了，恭喜你们，终于不用再愁眉苦脸了。我不干了，走走。我是看出来了，这误会呢还挺深。这样吧，我去找他们聊聊去，我试试。不愁眉苦脸，您先留下。我不干了，走走。我是看出来了，这误会呢还挺深。这样吧，我去找他们聊聊去，我试试。不愁眉苦脸，您先留下。공장을짓는데일꾼들이다안한다고가버리는중입니다我不干了，走。난안할거야，가자。我是看出来了，这误会呢还挺深。오해가참깊다는걸알수있겠네这样吧我去找他们聊聊去이렇게하지내가그들을찾아가서한번이야기해볼게我试试내가한번시도해볼게别愁眉苦脸的笑一笑그렇게잔뜩찡그리고있지말고좀웃어봐我不干了走走我是看出来了这误会呢还挺深这样吧我去找他们聊聊去我试试不愁眉苦脸您先留下我不干了走走我是看出来了这误会呢还挺深这样吧我去找他们聊聊去我试试不愁眉苦脸您先留下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一副跟自己过不去的样子没什么明明就有什么你不说我反而更想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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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一副跟自己过不去的样子没什么明明就有什么
你不说，我反而更想听了。恢复战斗力了，不错嘛，这才是我认识的山菜。刚刚还愁眉苦脸的。你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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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爸，我终于找到事业第二春了。既然都找到事业第二春了，你们两个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因为要搬家呀。你老爸，我终于找到事业第二春了。既然都找到事业第二春了，你们两个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因为要搬家呀。你老爸，我终于找到事业第二春了。既然都找到事业第二春了，你们两个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因为要搬家呀。你老爸，我终于找到事业第二春了。既然都找到事业第二春了，你们两个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因为要搬家呀。你老爸，我终于找到事业第二春了。既然都找到事业第二春了，你们两个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因为要搬家呀。你老爸，我终于找到事业第二春了。既然都找到事业第二春了，你们两个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因为要搬家呀。干嘛愁眉苦脸的？我现在身心都自由了，这是我30岁最大的礼物了，为我高兴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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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沈勋通过这一的面试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了，恭喜你们，终于不用再愁眉苦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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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沈勋通过这一的面试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了。恭喜你们，终于不用再愁眉苦脸了。江总，沈勋通过这一的面试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了，恭喜你们，终于不用再愁眉苦脸了。我不干了，走走。我是看出来了，这误会呢还挺深。这样吧，我去找他们聊聊去，我试试。不愁眉苦脸，你想一想。我不干了，走走。我是看出来了，这误会呢还挺深。这样吧，我去找他们聊聊去，我试试。不愁眉苦脸，你想一想。我不干了，走走。我是看出来了，这误会呢还挺深。这样吧，我去找他们聊聊去，我试试。不愁眉苦脸，你想一想。我不干了，走走。我是看出来了，这误会呢还挺深。这样吧，我去找他们聊聊去，我试试。不愁眉苦脸，你想一想。我不干了，走走。我是看出来了，这误会呢还挺深。这样吧，
我去找他们聊聊去，我试试这臭美哭脸的，你想一想。我不干了，走走。我是看出来的，这误会呢还挺深。这样吧，我去找他们聊聊去，我试试这臭美哭脸的。